112年台中市清泉岗航空嘉年华，本次活动由国防部及台中市政府联合举办。是台湾中部的重要城市，也是台湾第二大城，拥有丰富的文化、美食和自然资源，每年吸引许多观光客前来旅游。同时，台中也是台湾的重要航空工业据点，台中国际机场、汉翔航空公司、清泉岗基地皆伫立在此。105年由空军及台中市府联合举办航空嘉年华活动，精彩活动规划，吸引全国民众共襄盛举，踊跃参加。暌违7年，今年8月12日再度由空军及市府联合举办，让我们再次体验飞行所带来的感动，唤醒你心中的飞行 DNA， 当日展现军风 ，IDF 不幸能展示。16D 性能展示，幻象2000性能展示。雷虎特技操演，永鹰号冲场展示，各式战机将以最优良的战技结合技巧、精确、力量及速度，带给民众视觉震撼与赞叹。本次地面活动行程规划，三军一队暨空军军乐队表演，各式战机、直升机陈展，地面防空武器装备陈展，民间学校一队表演。活动接驳资讯，本次基地开放为避免交通拥塞，采搭乘接驳车之方式，不开放自小客车进入营区。搭乘台铁、高铁及自驾民众，请至下列各站转乘：台中港旅客服务中心、高铁台中站、水南中央公园、丰原火车站、神冈篮球溜冰场间广场。接驳入营时间为上午7点至下午2点。搭乘公车及步行之民众，请由中清路大营门及中山路神冈营门进入转乘。当日详细公车资讯，请见台中市政府及空军司令部官网公布。欢迎大家一同见证国防航空产业，并且更加认识全民国防重要性，同时结合台中周边景点顺游，促进观光产业发展，提升航空产业形象和竞争力，体验多元台中风貌，一同感受航空旅游的乐趣。8月12日，让我们一同来到台中市，参加台中市清泉岗航空嘉年华。您的热情参与将使活动更加精彩。欢迎全国民众莅临台中市清泉岗基地，全民国防需要您的支持及参与。